边。有声音啊？音乐，开了开了。就是对讲。对话那个耳机没有声音。耳机没有声音啊？耳机没有声音。伊凡，想死你了，这花送给你。伊凡，我出门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次买了好多礼物要送给你哦。谢谢哦。来来来，我开给你看。你先放在桌上吧，我等一下自己看。这，好吧。咦，这咖啡是泡给我的吗？好香哇，好喝，两茶匙的糖，一小杯的奶精，只有伊娃给我泡出我喜欢的味道。咦，这蛋糕是特地为我预备的？这咖啡简直是绝配。伊娃，这些是你特地为我预备的吗？哇，我好感动哦！哎，来来来，别站在那里，过来，我们一起吃蛋糕，有事要跟你说。他要先把你妈卖。你怎么一直叫我画四九，把右手拿起来，右手放下？伊娃，你别这么忙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看过来，我从进门到现在，你都没有正面看过我一眼。来来来，噔噔噔，我今天这套衣服漂亮吗？你喜欢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说漂亮，所以啊，我买了一套女装的要送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啊都是走在科技的最前端的设计师。这是我最崇拜设计师最新的系列哦，所以我特地买回来送给你。来来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哒哒，漂亮吗？你喜欢吗？啊，前卫，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看看你的衣服，不是黑色就是灰色。完全啊，展现不出你的曲线性感。哎，我说啊，反正我都买了，你就试穿嘛，你不试穿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？一般你试试看。工作工作，你整天就只知道工作，难道你就不能对你自己好一点吗？对不起，一般。太大声了，你没有没有。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想要跟你说。哎，好吧。再过一个月就是我30岁的生日了。我知道啊，怎么呢？你不觉得我们俩应该好好策划一下？不就是个生日吗？有什么好策划的呢？你爸说的不是生日，我们年纪都不小了。关系总不能一直保持这样啊！保持这样不好吗？伊娃，我们的关系已经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不应该让它开花结果吗？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个课题。不，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课题讨论清楚。罗本，你刚出门回来，而我有工作还没做完，我们找个适当时间来谈，不是更好吗？伊娃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为什么每一次一提到结婚，你总要这样逃避我呢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是怎样的吗？好了，我们改天再谈。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你的答案。告诉我，你到底还爱我吗？你不要逼我好吗？什么？我逼你？我真的要逼你？这么多年，原来都是我在自作多情。罗本，等一下，就知道他还是在乎。干嘛？要下雨了，你带着伞走吧。就这样。嗯、有空再来。我
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当玩具，什么朋友的？哎，不，那个同事，我给都给你。OK， 那怎么 OK 了？漂亮，漂亮。加什么？把它手机，手机，把它手机。罗阿姨亲近主人说他很快就下来。哇，这就是伊娃做的机器人，有很真哦。眼睛会动哎，罗阿姨，你来啦！哎呦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啊。哎呀，怎么好像瘦了啊？有没有按时吃饭啊？有啊，都有按时吃啊。真的？忙的时候没有。哎，就知道你，你看我带了什么来？噔噔噔噔，人参当归鸡汤，补血补气，女人啊，不补不行。来来来，喝喝看。好喝吗？多喝点，多喝点。伊娃，我跟你说，我家罗本啊。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了，女朋友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89，去倒两杯温开水来。罗阿姨，你说罗本交女朋友了？对呀。罗阿姨，你怎么好像不开心？那可以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罗本交的这个女朋友啊，人是很漂亮，也很听话。可是我就觉得他怪怪的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已经跟罗本住在一起了啊？住在一起？对呀，你说才一个月，会不会太快了？这的确是太快了，不过快不好吗？也不是不好啦，但是你知道罗本，他就是个孩子，如果娶个老婆也这样。那就不好啦，伊娃。如果罗本娶的是你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罗阿姨，你知道我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罗本。记得你6岁的时候搬到我隔壁家，只要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整条街都是你们的笑声。都是我们大人不好。自从你爸爸离开过后。罗阿姨就再也听不到那些笑声。罗阿姨看着你，做你妈妈眼中的好女儿，又做优秀生，现在又这么努力工作，罗阿姨真的很心疼你呀。罗阿姨，我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？不，罗阿姨看着你长大了，你骗不了罗阿姨的，伊娃。你不要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，你这样封闭自己，你不会快乐的。主人，你的两杯温开水。没事了，你们去吧。是的，主人。啊，对了，伊娃，明天罗本生日，你来我们家，我们一起吃顿饭。啊，那不好吧，罗本。他没有邀请我，他没邀请你，我邀请你呀！有我罗阿姨在，谁敢比手画脚的？顺便你来帮我看一下他的女朋友，我不觉得他怪怪的。好，帮我看一下。那好吧。这才是我的好伊娃。那这个汤要喝完哦，我先回去了。下次我炖冰糖燕窝给你喝啊！我走了，拜拜。
灯要按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NPC NPC。XP。好了好了。你爸爸好疼你哦，买了那么大而且还会走路的机器人给你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我对你更好。你看，这是我为一号做的头盔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伊娃，你笑得好美哦，以后你做我的新娘好吗？好啊，那以后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他的爸爸妈妈喽。太好了，我做一号的爸爸，你做妈妈，我们是一家人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一班，你要来我家吃饭吗？今天不能，爸爸说今天要带我去吃寿司厅。哦，那我先回家了，拜拜。喂，亲爱的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接你啊！不说了，我太太回来了，拜拜。不是说好了，今晚是你带一班去吃晚餐，怎么又有应酬啊？顾客临时改变时间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而且这几个顾客很重要，老板吩咐下来。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带他们去吃晚餐。我今晚还有会议，拿文件，我还要回公司。那一把怎么办？你是他妈妈，你看着办吧。你不是他爸爸吗？你凭什么就可以推卸责任？应酬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跟谁应酬。那个。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。我说什么你心知肚明。一凡，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能带你去吃晚餐吗？因为他今晚要和狐狸精去吃烛光晚餐。你啊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打我，你为了那个狐狸精你竟然打我。住口。吵死人了！看来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那我们离婚吧。一凡，一凡乖，一凡乖，妈妈会好好照顾一凡的。一凡，我们要坚强活着，不用靠男人。妈，妈，一凡乖。一凡，你自己拿饼干吃，妈妈还要回公司开会。乖乖待在家跟一号玩，妈妈还要回公司开会。一凡，妈妈要工作，你自己和机器人玩。妈妈很累，你自己和机器人玩。妈妈，一凡别烦妈妈了，你自己和机器人玩。谁
能保证这种的爱存在吗？别再追问，别再抱歉，你能了解爱护我吗？谁说哈尼，你帮本本去拿小叉。
叉子好吗？顺便泡两杯咖啡。嗯，那本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救命！本本。对啊，他喜欢这样叫我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啊。对了，这份礼物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哦，谢谢啊。觉得哈尼怎么样？他还蛮可爱的啦。可爱？还有呢？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告诉你，哈尼啊，他不但可爱，而且性情开朗。你们看到他的笑容没有？灿烂的像个太阳。是。而且啊，哈尼他温柔又体贴又听话。娜娜，我今天还特地为她设计了一件衣服，穿在她那模特般的身材，简直是最帅哦！哎，而且罗本，她，我问你，你真的打算和你结婚吗？结婚？这我倒是没想过，不过我想是男人都想娶她回家吧。哼，自欺欺人，什么哈尼，什么完美女人，她只不过是个仿真女性机器人。这你也看得出？不对呀，我检查了好多遍，连我妈都没发现。罗本，你变态啊你！你竟然连罗阿姨都骗！你变态？我没骗我妈，我只是没有告诉她罢了。罗本，你可以堂堂正正的一个女孩子交往啊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制造一个机器人呢？不不不，明星啊，太难捉摸了。但机器人就简单多了，况且我在哈尼身上还编制了一套爱的指令。爱的指令？对呀，顺服但却听话，可爱但却聪慧，独立但却会适时寻求帮助，吃点小醋，搞搞情绪，善解人意，最重要的是崇拜帅气的我。太复杂了，难怪逻辑计算会错误。罗本，你这样会造成一个有危险的机器人。不会啊，我和你相处这么久了都没事啊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真的要和一个机器人结婚。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与其和一个冷酷无情封闭的自己，哇，倒不如去和一个完美女机器人结婚。你一般姐姐你的看本本，你的咖啡还有小镇子。哈尼，你去后面等本本好吗？本本在谈这指示。哦，那哈尼去后面，不打扰你们了。本本也是要我去交往呀 ，Love you， 救命！这事我竟然也知道了，娘自己和罗阿姨说，还是我和她说？要你去说，我自己没告诉她。你这个大笨蛋！
惯给了你啊。你是干嘛？你怎么生了一个糊涂儿子？罗本啊，这眼睛跟嘴巴怎么这么像伊娃？这，救命！坏掉就把它收起来好不好？不要放在那里吓人了。罗本啊，你说我和你妈？恩爱吗？妈妈超级崇拜你，只是她有时候太唠叨了。不过不管妈怎么唠叨，我都不会吵架。你妈说的是道理，她不说话才大件事呢。对呀、啊，就像现在没有了。罗本啊，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和你妈经常吵架，她在生完你的一个星期过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她变得不可理喻，这个也吵，那个也骂，我仿佛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老婆，我几乎不认识。没有啊。为什么没有回来？我有回来啊。你才从楼下上来。我看你好不容易睡着，我不想吵你嘛。你骗我，你没有回来。我有回来啊。你根本就没有回来。我没有骗你啊。我自认我并没有上帝这么伟大，什么样的人都爱，
但是我爱你妈妈，你妈妈那些不可爱的坏习惯、坏脾气，我通通都愿意接受，因为不可爱的爱才是真爱。不可爱的爱，真爱。是的，罗本，爱不是一个方程式，更不能够用指令来索取。我们男人的爱应该要像上帝的爱一样，爱就要爱到底，不轻易的放弃。罗本，伊娃是一个好女孩，只是她心里有一个很难解开的结，你不能心急，你要有耐心，知道吗？爸爸会支持你的。好，加油。伊娃，这是我买给你的礼物。
养的 baby 呀、啊，好可爱哦！哎呀，这孩子没人认领，所以我就领养他了。王阿姨，啊，下次你要来的 baby， 告诉我，我去载你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载，我可以做司机。是司机，就该在门外待着。姑姑，哎，哎呀，你看他笑起来好可爱哦。哎，你给他取名字了吗？哦，还没有。哦，哎呀 ，baby， 哎呦，怎么刚才还在笑，现在就哭了吗？啊，我知道，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我会泡奶，我去泡。去。OK。我来泡。哦，罗本学泡奶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就进去上育婴课程哦。哎，丽娃，这 baby 不能每天关在家里，要出去晒晒太阳哦。嗯，每天早上我89都带 baby 去公园散步15分钟。baby 每次看花、看草、看小鸟什么的，都跟他笑准了。还有，够了，一个。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水太烫了，哎，丽娃。刚刚看你笑，我才想起，好像好久都没看到你的笑容了。你的笑容啊，跟哈尼一模一样。难怪我第一次看到哈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好熟悉，跟罗本做得很像。罗阿姨，不要再说了。哎，我知道，伊巴，这次啊，他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他从小就喜欢你，只是啊。他失去了爱你的心，也不懂得怎样爱。伊娃，坦诚的沟通是建立关系的基础，你们应该好好谈一谈。哎，这个礼物他使了很久才买的，打开看看。我就知道这次买对礼物了。哎，后面那个泡奶是要泡到明年啊！来了，妈！哎呀，泡这么久，第二点了。对不起嘛，那个熟练。哎，这么奶都买错了。这件衣服你喜欢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来，放一下。真可爱，喝完奶就一直笑。我本来你抱的是生命的重量，要好好照顾它，因为 baby 是上帝赐给人爱的见证。你呀、啊，就不要再玩什么爱的指令了。啊，我真的没有玩什么爱的指令了。好，真可以。罗阿姨，什么是爱的见证？爱的见证，就是每个生命的开始都有上帝满满的爱。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因为爱而结合，成为一家人。他们两个在爱里面学习成长，彼此照顾，互相建立。一个 baby 的诞生不是偶然的，它结合了上帝还有他父母的爱。所以啊，这个 baby 就是爱的见证啊！来，给我抱一抱。哦，哎呀，喝奶太晚了，要睡觉了哈。罗本，放开我！放手啊！baby 要睡觉了哈，你们两个慢慢聊。来，89，进来，帮我。是的，罗阿姨。哦，好了。你好。我今天还带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，进来吧。我死掉了。啊，他是一号。对，是，他是一号，是你爸爸买给你的机器人。为什么他会在你那里？我们已经把他丢掉了。有一天放学，我回家看到他在垃圾堆里，所以就把他捡了。放在家里一直保存着。
那个男人东西我都不要。你爸，我知道你恨你爸爸，你恨他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一眼，但是一号你不可以丢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坏掉了，是垃圾。你爸，你忘了吗？一号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他的爸爸和妈妈。他可以不负责任的抛弃我妈妈，我也可以丢掉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一号。一爸，知道吗？这30年来，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。我没有忘了要娶你做我的新娘，就算了今天你松开你的手，我的手会一直都在，无论能不能碰到，我的手会一直都在。姨妈，我爱你，你能喝爱喝爱我都爱你。来看看我给你们什么惊喜呢。接受真爱，你的成为爱你见证，你的成为。